黑道及 Cynics 为了来 Armor Core 6的游戏开荒视频。我们上期呢应该是这边二周目打到了第二章的内容，但这边呢也是新解锁了一个之前一周目没有的，应该是感觉上是更高级的一个斗技场吧，三个战斗内容，总之就直接一个一个的做一做。Integration program initiating phase one. Please begin by engaging the Mind Alpha model in virtual combat. 所以这是个什么东西？光剑、火箭炮。它左肩的那个东西好像是一个什么什么岩石炸弹，还是一个什么玩意儿？能锁着吗？好，什么玩意儿？为什么？为什么？它硬直了，为什么没有效果？我都好久没有打斗一场，都忘记了这边斗一场是不能加血的。刚才还看的那什么，他好像有一个鞭子，还是有一个什么什么武器，他那个武器好像他把我的远程攻击给反弹了，好像我直接是这个里就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好像摁住了，他刚才使了个什么玩意儿，这是个二连，好像这个东西就是它会真的可以当一个盾来使，它有它的说明上没有写什么水雷，没明白，为什么是一个训练机？什么情况？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这我们现在就是谁也打不着谁。
应该死的早一倍的时间呢，结果第一个居然直接 miss。所以这个机体的意思就是，如果敌人够轻，他的攻击是很，就是我的攻击是很难打中，是这么一个意思吗？因为这边我觉得你已经解锁了这个更高级的模式，就不要把这个当成默认的了。Integration program phase one, final analysis.The next sample is the tester AC. This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Mind Alpha. Commencing analysis. 这个长得跟之前感觉看的一些机体都不太一样啊。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我锁上吗？来了，受不了。Target destroyed. The data will be integrated into Mind Alpha.等于是我的这个还能再打一次吗？打不出来了。就是我的突进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就是之前我应该都是我为了拉近距离我可能是跳了一下，结果我的自动瞄准就我应该是有自动瞄准，但总之就是游戏的这个自动瞄准是瞄不到敌人。Thank you for your continued support. Your testing has identified several key points for improvement to Mind Alpha. The evolution of All Mind will not disappoint.就等于是我的这个什么斗技场等级还是没有变，这是一个分开的一个东西是吧？倒是有了一些新的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只费一个就解锁吧，之前好像是我以为很有用，但后来发现不太好摁。嗯，好像我用的比较多的是能量跟近战实弹，给它升满爆炸感觉用的比较少。然后把这个升了，可以。Here's the request from Balan Industries. They want you to carry out an advanced survey of the central ice field to confirm the information Walter brought to them about the coral convergence.As for how to cross the Aulian Ocean, this is the intercontinental cargo launcher installed on the upper level of grid 086. You could use it to launch your AC to the ice field. Grid 086 is occupied by the Dozers, outlaws who treat coral like a drug.
It's also the territory of a belligerent group of arms dealers who call themselves RAD. Be prepared for a perilous journey. I'll be here to support you, Raven.我没记错的话，这关好像当时一周母记得好像当时弹药都打不够了。Commencing infiltration to grid 086. Creating backdoor into system. Deactivating lock on vertical catapult. Connecting steam cylinders. Launching. Get to work, shall we? Main system, activating combat mode. I've sent you the marker data. Let's head toward the elevator going to the upper level. 这个弹药性能真的是不错啊。但有个问题了，这个敌人也真好劲打。他叫什么 Matt Stomp， 他是想 stomp 我们，所以一直飞得那么高吗？我一周目开荒的时候都没注意他们。前面还是有个东西，这关能看不了，就是有些关是你什么杀敌人是会有额外的分数。哎呀呀呀！哦，还好这边。听见。什么呀！天哪！四面八方都是怪，
我有锁定吗？有锁定。然后啊，就是等于是这种东西是你拿过一次就没法再拿了。这个里面就是这种弹跳好的感觉上就是怎么说，它的移动就很流畅。哦，然后这个地儿呢，是我看了一下，好像这儿还其实还有一个秘密，但是我之前 miss 了。就感觉你弹跳太好，就实际上这里面实际上不好走，应该是这么着，就这么走吗？对，还有敌人吗？那有敌人。我这个就房顶太矮了，这个地儿战斗就是这个东西就非常难受了。这什么东西？怎么走？哦，之前我扫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是什么？就等于我这个东西还是三枪，可能跟机甲有关，是两枪，你跟射程有关。我记得好像这儿有一个箱子。这已经拿了。它是一个跳跃下压攻击吗？
EMTs. Tread carefully.估计打不坏。能锁上吗？谢谢。这里面是哪儿？这个 boss 好吧。等于是我这个感觉上是更克他，天哪，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刚才出错的是我变得更 aggressive， 确实就是怎么着，我贪了，这是一个原因。刚才一个问题就是我的摄像机直接我看不见 boss 的位置了。就等于这个武器
这个伤害还是在的，但是我的这个东西可能要变一变，就总之就是电击弹发射器，这个更轻，它好像是一个火的怪。然后可能要配上导弹，我猜，配上一个总之轻一点的导弹。这个有用吗？那这个攻击力，但射速好像快。重量应该是可以的吧？怎么锁不上了？还是看不见他背的东西。天，老师。怎么这么没有弹药量啊？我走不动了。我没有弹药了，我不觉得我。没有耐心了。感觉就是怎么说，一周目打的时候很谨慎，然后去一点的蹭血，现在就是在想怎么能最快的给它消灭掉。
那这些弹药真的是，这个是真的是没有弹药，手枪没有弹药，这个太重了。这些东西，就这个弹药也不多。就是这个无人机，实际上弹药是。它的冲击力，什么东西冲击力高，这个冲击力高，但是它弹药不够，这个冲击力高，但是太重了，这个感觉也，我都带无人机，我估计就其实就怎么说呢，是就是有耐心吧，才能这个护甲不太对啊。天哪，这我的无人机都去哪儿了？算是现在出来了。又是冲
冲到那个他那个关子上面。我觉得这 boss 确实是不难，就是你，但是攻击力太高了。如果你贪，这不算贪，就是我是想再去练习怎么杀得更快。但是你一旦判断失误，就直接被他给秒掉了。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好像激光武器是打不爆，但是 boss 可以打爆。可以，至少刚才的那个东西体现出来了，就是跳跃型的 build 是对刚才那个 boss 是非常的。非常的好使的。I had to work some of my magic to track you down. I've got a little job for you. Take a look. Raven, it's highly unusual to receive messages from hostile sources. Did she hack into Online's mercenary database?刚才这个对话一周目的时候有吗？我没什么印象了。其实我还想再做个测试，这两把武器为什么有时候感觉好像它有多大区别？比如说我250米打不到，199，199，它的有效射程是多少？有效射程180，不对，保证射程180，但是我的这个明显不是180呀。212，上的好慢，700多。啊，弹药还少。就是这个的蓄力，它叫什么东西？残留，就是它的冲击力很高，但是残留太少，就相当于是我大概明白了，这个是残留是一样的，就相当于是如果你想让敌人硬直的话，直接来一个这个东西的蓄力，打到的话，敌人就直接就失衡了。比如说这个样子，然后这么做，这个射程呢，195，
但是这个东西我在想，就是先这么打的，然后好像不是特别好使，就是它的虚拟攻击你放出来还都是会硬，你人会站在硬直，可能还是这个好用一些。然后我应该我的这个重就是太重，没法用一些其他的东西了。这超出多少？ 49K， 这个是 47.8， 可以，那估计就这个样子了。就等于是至少是又发现了一个，就是如果敌人快出硬直了，你特别想给他打出硬直，可以赌一个那个蓄力的。然后好像之前还获得了一个这个手，这个有什么承载上限比较高，反后坐力特别强，但是其他的特别弱。这个有遭到对方是害入吗？这个任务好像之前没有情报泄露，我是没有印象。这可能也是一个二周目新的东西。Ah, my favorite little tourist. About my promise to take you up top. I need a little help cleaning up first. See, certain someone smashed up all my defense hardware.Now I've got rival dozers muscling in. It's the Junker Coyotes. 这个好像之前做过，但是这个什么遭到敌人害入还是什么东西，我为什么没有印象？ Making a mess is one thing, but they're going after our development data too. We need to swat the hacking drones they sent before they make off with all my secrets.Yeah, it's pretty low of them. But at least give them credit for knowing where the value is. Anyway, did I mention that this is all your fault? You can make up for it by keeping my secrets safe. 给我感觉上好像原来是就是一个杀敌的任务，现在是直接是变成了一个还有额外的目标。所以它这个防止骇入是个什么？是个现实的东西吗？还是什么？ Destroy all the hacking drones those degenerate coyotes left here. Let's be quick about this, Raven. Security breaches reached 10%. Firewall's going down fast. Must be about 5 drones to pull that off. Confirmed. Time to destroy. 4 to go.Straight out of the gates. Keep it up, tourist. Coyotes are using RADMTs.I get why they want our tech. I just wish they had a little more flair. If it were me,
I'd raid us from orbit and just yank our servers off the ground. Let's go.好、啊、我们老有战斗的那个东西，蓄力的攻击，有没有蓄力到？又来了，历史在重演，之前就是这么一个。这是哪儿我都不认识。在哪儿啊？你都不告诉我，差别吗？你不告诉我在哪儿？这里边？这是我来的路，这是一个选择性的一个东西啊。我可能来不及了，我光回来就来不及了。What happened? 你告诉我在哪儿？这个扫描也没有用，这个东西就是。然后那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这个我要还是要背板，然后还要在现实的情况下给它弄过去。Destroy all the hacking drones those degenerate coyotes left here. Let's be quick about this, Raven. Security breaches reached 10%. Firewall's going down fast.就是我上来是这个位置是吧？下面有一个。这是什么呢？我记得当时是从下边上来的。
被吓得没有东西。我之前是 miss 了这个吗？这个出去是哪儿我就已经认不得路了。下面是什么？还是找不到最后一个。这个原来有吗？为什么我走的时候没有看见？感觉又回来了似的。这个室内的就是这个跳跃真的是非常的难使。这什么玩意儿啊？就一直告诉我就。什么呀？这从哪儿出来的都是？让我扫一下，我能扫东西吗？怎么没有？所以这个是我出去的路。那刚才那个房间那么多敌人是什么？啊，这么一个东西。电脑都等不及了，还在催。怎么弄？这个扫描呢？我哪知道谁是谁啊？我就
所以哪个是好人，哪个是坏人？这个。然后呢？然后你还在打我。你的血还是满的呢。这个我知道了，就是先把你干个死，然后那个好打的那怪留着。我以为就是我给他留下活口之后，我会就是他会感谢我们什么的呢。这个能不能不要在我重新打一遍里边那个收集东西的。那什么摄像机？你敢出来吗？他血有满了是吗 ？OK， 不知道。What the hell? They're all over us. Get me out, or we're both dead. 我能？为这儿为什么还能？这是什么东西？我去！为什么非要设计这么恶心的东西？我又卡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上了？锁定这个停下来，我为什么我的食物都没有都给吃了？还有人吗？那我扫了一下，什么都没有。我这上弹呢？还有怪吧，什么呀？这里有两个带盾的吗？把你人给打死了是吧？还有吗？
I'll have the crew check out those mechs. 就是这个地儿不让走，然后那边有个什么奇奇怪怪的，这个塔居然能上去。I'll do what I can to decrypt them. This 扫描真的是还是不能理解。我猜可能就是，我要看一看它的那个详细的数值。是章节最终任务了，好吧。刚才我想看的，好像我记得是这个头，扫描距离280，好吧。这个是580，就是我是扫不到敌人，还是什么？这280也不远啊，像这边300米，还是扫到了。那些哦，这个人近，然后这个持续时间多少？现在我的 scan 已经是 CD 是好了。这个就骗人。哦，这上面还有两个东西，我都没有注意到。这是个什么？为什么没有？还能 miss 好吧？就是扫到的敌人是一个白色的圈，有没有感觉上应该不是？就是能不能比如说你弄成一个橙色的，或者是红色的，或者是什么，总之这个白的实在是太难看了。包括我现在，我之前我一直觉得有问题的就是这个锁定，我现在是一个锁定，这是一个类似于一个自由锁定的情况，就是或者说游戏应该是它带自动瞄准，就是现在我的摄像机应该是自动的，但是它这边应该是有自动瞄准，但是这个是一个真正的一个锁定。有时候就是我摁着摁着，可能是我可能摁的比较，就是这个键我摁的比较猛，可能直接给不小心解除了。但解除之后呢，我是很难看出来，至少就战斗的时候非常的激烈。你需要在一个白环上看见有没有这个环齐不齐，我觉得有点。你像这个最内圈还有一个环，你要把最内圈那个环给它弄没，我没准还好看一点。但是内圈本身就有个环，我觉得有点难。或者就是我这边锁的时候，你可以不知道，总之这是我的最大的一个抱怨。不过也就这个样子了，这就等于是现在是到了第二章的最终任务，跨海啊。我记得这个好像最终 boss 是那个，好像是像那个蜘蛛的那个 boss 是吗？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还是下一章，记得好像是这一章。总之到时候看一看，这次是我现在是
一个弹跳型的一个 build， 也是看一看就是不同的机体的类型打这种各种不同的 boss 是有什么区别。但由于是时间关系，这期可能是截下，下期的话呢我们直接是看着这边的章节最终任务，这期呢就先录到这儿了，也是相当喜欢，我们下期见。